好，2001年这一题，a circle divided into a 12 sector，然后它的 angle 是 AP，smaller 是八，所以我知道我的 A 是8度，我的 S12 是360度，圆圈嘛，360度，所以它要我们找 D，还有 TN，so D 等于多少？还有 T12 等于多少？OK，这是 last term 呢。好，所以 m12/2a 加 l。所以这一题呢，我有两种做法。既然我在这边我知道我的 n 是12，然后 Sn 它有两个 formula 呢，我用比较简单那一个。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的，但是这一个是 a 加 l，所以我的360等于12/2，八加 l，这边约就六，然后再约就60，所以我的这一个 l 等于60度减8度等于52度，所以我的 l 其实就是 tn。Tn 等于 a 加 n 减 1d，所以52度等于8度加 n 减12减 1d，所以我这个减过去的话，就44度等于 11d，d 等于44度除11等于4度。好，这个是一种做法，OK。然后。如果我要用另一种做法的话呢，就是说我的 a 是八度，a 是八度，然后我的这一个 Sn S12 等于360度，然后我用那个 Sn 等于 m 伯2a 加 n 减 1d，所以我就有那个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就有360度，12/2，28加12减1d，所以我在这边约六，再约就60，所以我就60减16度等于11d。44度等于 11d，d 等于4度。然后我的 T12 等于a 加 n 减 1d 咯，就8加12减1，44加8，52度。好，52度，这样。So 我的 TN。等于 a 加 n 减 1d，好，就是这样。